大家好，今天是除夕夜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日历吧。写的什么呀？看不懂。祝大家虎年大吉，新年快乐。谁过年还要上班呀？我呀，唉，我一上班就犯困，就想躺着。起身，嘿，上班摸个鱼，运动运动，打打篮球，一个都没中。对了，分享一个最近入手的好物，这是一个，等一下，我房间好像有点乱，还是遮起来吧。这是一个嗑瓜子机，它可以自动嗑瓜子，看。还有一些我为同事们准备的春节小浪漫，来，你们也可以来体验一下，请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两下子？我这件29场，28场，这不是26场。今天上班可太冷了，你们能懂南方的那种冷吗？就是又冷又湿，冷到骨头里的那种冷。导演贴心的买了烤红薯，可是等我想起来要吃它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冰红薯了，就像在吃冰淇淋一样，也还挺好吃的。狗子好像成了我每期 vlog 的常驻嘉宾了，这次也有狗子。我在片场看到了一位我的好兄弟，大师兄。啊，我也是大师兄。除夕夜在车里听歌太有感觉了，大家一起唱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在我旁边的导演快要被我吵死了。剧组给我们准备了抽奖活动，结果我抽奖一个都没抽中，我气死了。但是除夕夜不能生气。我们的跟焦师小哥生日，大家给他准备了生日惊喜。惊喜的方式就是骗他说胶没跟好，导演生气了，把他给吓哭了。我两个刚刚是演戏啊，你不要吓我，本来想说是发生了事情的。对啊，那咱们要过来看一下。对啊，希望大家今年能够过得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健康康，然后第二个愿望是大家能够顺利杀青。好，新年快乐。最后，拜拜。点了还没洗掉。